大家可以有看到我上一集就知道，刚刚的时候嘛，在听其他人在讲鬼故事，里面就有讲到一个事故房的，那我现在就是要出来。心脏不停的加速，他说：“既然来了，就别回去了。”事故房的，那我现在就是要出来找事故房。用的就是这个事故地图，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特别一直去探讨人家的什么事故现场，可是上一集就讲到了嘛，刚好找到这个事故点，我想说还是去看看好了。我们走，我们上车。其实那时候好像才两年多前吧，感觉那个时候好年轻哦。刚开始拍片的时候，五年前是大学而已，好快哇！嘿、hey、Siri， 我后面是不是有人？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需要帮。现在的Siri好没有情调，没关系，反正我们有新的 APP 事故地图。我们现在打开它，建商坠楼意外，2022月28，那不是今年吗？消息来源，16楼掉到1楼，哇，有工地照哎。都市传说跟鬼故事的由来吗？是以我对他们的尊重，我并不会想要在他们的地方去挑战什么都市传说，我就只是来测看看这个事故地图，它给我显示出来附近的地标到底准不准确，那我去到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长这样。你底子不够，你不行，你底子不行，你不够强。像那种事故现场啊，通常都是意外吧，如果真的要恐怖的话，感觉就要找个什么自杀的上吊的比较恐怖，但是一方面又一直想着这样好像很不尊重那些往生者，所以也是蛮犹豫的。但今天可能就不要跑太多个，我可能就找个意外的一个，自杀的一定会想看一个，他的可能也……哎呦，我讲出这些话，我觉得我自己好邪恶哦。Oh my god！ 啊，这已经无关于什么我要不要找鬼的问题了。哎呦，就是很感觉很不尊重。哎、欸，我们好像到了，没有，就这个，左边这个，到了，你先看一下。没有，然后应该就是这个家。哦，可是它看起来盖好了，还是我找错了？可是不对啊，感觉就像它。没关系，我们再找下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这种事故现场好奇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搜寻。那比如说现在像说承运老翁穿越马路遭撞飞不治，这种其实很多都蛮值得人同情的。林口工人挖土机与钢梁中间公安意外，这也不适合。国小里面也有，国小里面会是什么事故？我靠，还要解锁订阅哦。以投资私立男国中篮球场上吊亡，这个好像可以哦。下面是林口区一名男子疑似投资私立郁郁寡欢，今天凌晨5时时被发现在某国中篮球场内上吊。国中现在好像可能也进不去。还有什么？林口空难，1968年2月16日，哇！民航公司10号班机曾是台湾民航民空运公司从香港启德国际机场至台湾台北松山机场的定期班机，坠毁于台北县林口乡。哇，台北县，果然1968年的说法。哇，机长在飞机触地刹那惊叫 ：“Go to hell！” 那个时候的话，照片哇，好酷哦，看起来像是一个草地耶。他在林口成吉思汗健身馆附近，那这里好像现在都是房子了。那不行，我们再找找看别的。男陪妻儿逛街走人行道遭撞飞，不要。南公园凉亭内轻生，警卫在正警带正未留一书。哎、欸，这可以哦，公园又进得去，然后又是轻生。在林口区乐活公园轻生，哇，这个照片还有画出来在哪个椅子上哎？那我们可以去那个椅子拍拍看。乐活公园，快乐，然后也有活力，很多树的这种感觉。哎，不过说到这个，我最近突然想到一个想分享，就是我最近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老了，就是手要这样，然后它会甩到背后这样子。终于知道原因了，年纪越大，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些部分的肌肉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有的人可能长期坐姿不良嘛，然后就会造成其实它放松的时候腰这里就会酸痛，就导致它为了不要让腰感到酸痛而去绷紧这一块的地方，长期就处于一个紧绷的时候
才是他不会痛的时候，所以他就忘记了那个放松的感觉，所以去甩手啊，然后干嘛了，我觉得都是有助于放松肌肉啊。感觉好像到哦，嘿嘿，他可能在后面，后面那边陈陈陈在玩溜滑梯哦，这看起来很好玩。现在的玩具都这么高级的吗？这是走神吗？在上面走路。哦，对，这里就是老人摔手区，这极限体能哦。如果我小时候在这个公园的话，我一定会玩爆，我绝对玩爆。如果依照一个人他想要轻松，的确是会不会到人太多的地方，所以如果他选公园的话，他也应该是会选公园的深处。这个公园是真的是像一整条长的公园。事故地图呢是画它那个点是在公园的转折处，现在在右边这边，然后要往左边这里走。对，所以的确就是一直走就对了。而且我前面看到亮光了，沙漠中的绿洲。看到这里，往这里，然后两只，高空哎，哦，这是往下来，跳，这里很帅，这才是高空城市。哦，但我们快要到出口了，还没有看到那个凉亭呢。所以这可以首先证实那个地图至少精准判断位置这件事情它是不准确的，但是大略的判断呢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完。哇，我们走完公园了，但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凉亭，没有凉亭。给大家看哦，也有可能那个凉亭在后面这里吧，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但是过去看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讲，我刚刚不是有说每走几个地方就遇到一个事故现场吗？那大家记得影片刚刚的稍早，我们有看到某个在林口国中的篮球场，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林口国中的篮球场，看到吗？那我继续往另外一个入口，如果有看到的话，就代表说它大略的位置标对了，精确的位置不对。但如果没有看到凉亭的话呢，就代表凉亭改建了吧？因为连新闻都有报这个乐活公园的这件事了，不然就下一个原因可能媒体照片乱找，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感觉要是媒体照片乱找了，因为你们看，好像要到底了。欸，所以媒体报道说乐活公园凉亭倾斜留下证件，所以可能媒体只是找个示意图，但也不能怪那个事故地图不准了，因为它是准的，乐活公园就是有这件事嘛。啊，好累啊，走了整个公园，这样来回全部走遍。那我们小休息一下，看一下第三个地图要去哪里吧。那我们打开事故地图，元首村社宅女子降落四肢骨折，不用。我倒是蛮好奇长庚医院里面会有什么车祸，车碾压行人，真日成忌日，坠楼算了，停红灯，遭碾压亡，算了。欸，那这样子我好奇，如果在坟墓区，不知道会是怎样，有坟墓区的事件吗？轿车冲高尔夫球场人工湖，驾驶溺毙，林清月市清洗案，欸，这看起来蛮酷的。所以是坟墓附近啊，17年前逆轮市清洗案哦，还有照片发，他有秀是哪一间啊，我们也进不去。电话向地诉苦，喝完四罐啤酒醉30公尺桥下亡，东岭桥附近。好，那我不然我们最后一个地点就去这个桥下。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累啊，好怪啊，二眼睛快要闭上。就是这个桥，大家有看到吗？就是他，刚刚新闻上面就是他。我们看一下那个事故地图标的那个点有没有准确？看一下，这地方很高哎，真的很高哎，不是我在开玩笑，从这里跳下去要很大的勇气哎。你们待会我们听到河的声音。对，选在这河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
影片，有人想要自杀，顶楼跳下来，结果跳下去之后呢，发现每一层楼的住户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自杀者坠落到一楼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说，哦，其实人生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子那么的糟糕，每一个人都嘛有不顺遂的时候，重点是要我们要选择去好好的面对它嘛。今天看了那么多的事故现场，真的是劝大家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可以转念想一想，你一定有很多开心的时候吧，那些开心的时候肯定很快就来了，就跟股票一样，不是吗？其实我今天拍的这三个地方有两个就是轻生的，这种这么多的事故案件，没想到三分之一就是轻生的，多么的不划算，对不对？今天就是我们这个事故地图的影片拍摄啊，竟然会有人发明这个 APP 去统计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下载来玩看看啊，你可以看看你家附近有什么样的事故，那尤其是道路事故特别多的那种地方，或许你就以后骑那段路的时候，你就可以特别的注意安全。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啊，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可以帮订阅、按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王狗，那我们下一次见啦，拜。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想多了解 Kate 的话，就下载 Hami Video APP 进入 Kate 某红馆吧。